目标对准身躯，人类手上的橡皮筋适时待发，沙士变色蜥在灌丛间恣意穿梭，狡猾的想躲过人们的捕猎，缩头、闪躲、快跑、隐踪，如此尔虞我诈的人蜥大对决，天天都在嘉义水上乡三界村上演。谢谢。 我们看到沙士蜥的时候，要慢慢的移动，不能惊巧到它跳得很快。那我们就用橡皮筋把它撕下来。它动作迅速，来去无踪。它外形绚丽，构造奇特。人蜥对决战场上弥漫一股不寻常的气氛，有人不禁要问。 看似无害的特殊蜥蜴，为何人类手中的橡皮筋要一次又一次地射向它？但是人类看不见的是如此残忍的捕猎方式，其实是要换回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。咱的原生种真的足可怜的，很可怜，都被沙士蜥欺负。它憨厚，变色沙士蜥。 它的活动力很强，把它的食物吃光，甚至它的小孩一样，食物被吃光，我们原生种就要灭种了。每天都和沙士变色蜥对决的嘉义居民，一语道破这种蜥蜴对于台湾环境的威胁。沙士变色蜥会吞食本土斯文豪氏攀蜥的卵和幼蜥，严重威胁斯文豪氏攀蜥的生存空间。 并且会掠食其他原生种。研究指出，只要有沙士变色蜥存在的地方，蚂蚁的数量就会锐减一半以上。而蚂蚁具有分解落叶等生态功能，蚂蚁一旦减少，连带也会破坏生态平衡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对沙士变色蜥发出全面通缉的原因，也使得当地居民一提到沙士变色蜥就会气得牙痒痒。 小时候呢，那个攀木蜥呢就相当的多，可以拿来当做这个玩具。那现在呢，攀木蜥的一个出现数量呢就减少的很多。那么在这个地区呢，有时候也不容易看到。那随处可见的就是这种沙士变色蜥，所以呢，可见呢它也是让攀木蜥减少的凶手之一。 居民都感叹，小时候处处可见的本土蜥蜴，现在却因为动作较为缓慢、没有侵略性，在体型较小的沙士变色蜥进攻之下，大块头的本土斯文豪氏攀蜥竟然慢慢消失，甚至面临绝种危机。淡淡的无奈透露出最大的担忧。咱的原始种的意思，袂讲安尼去追逐猎物。 啊，这沙士蜥这伊也是追逐猎物。啊，你像咱这原生种这，咱叫大鼎这吼，伊就是这伊的囝戆戆，啊，咱这个大只的沙士蜥这吼，伊会去食伊的囝，所以咱即卖原生种这大鼎，怎啊愈来愈少？沙士变色蜥是强势入侵物种之一，原产于古巴，活跃于中美洲一带。 美国地区从1800年代就陆续遭到入侵，其他像是开曼群岛、墨西哥、贝里斯和夏威夷等地都有它的踪影。台湾2000年9月间，在嘉义县三界村，有一位南非籍留学生海瑞第一次发现沙士变色蜥。 当时学生抓了一只蜥蜴给他，他惊讶这种拥有彩色喉结的蜥蜴实在太特别，带回英国研究，才证实是入侵种的沙士变色蜥。之后，2006年在花莲县也有人举发，推测入侵与扩散的原因可能是跟着树苗引入，但没想到族群增长的速度实在太惊人。 林务局只好从2007年开始与民间合作通缉沙士变色蜥。无论是用钓的、粘的、射的还是弹的，想尽办法要将沙士变色蜥赶尽杀绝。
么越抓呢，它的数量族群数量呢，越多，但是个体越小。就刚刚我特别讲的就是说，可能呢，它也采取了一个机制啊，所以这一点呢，就让我们觉得应该要再进一步来深入探讨研究啊，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执行的方式啊，有没有更好的这个方案？为了加快消灭莎氏变色蜥的脚步，政府从2009年开始启动悬赏计划，只要民众抓到一只莎氏变色蜥，就可以跟政府请领10块钱。果然，重赏之下有勇夫，捕捉莎氏变色蜥在嘉义三界村俨然形成全民运动。身手矫健的居民，甚至一天6小时可以抓到600-700只蜥蜴。也使得莎氏变色蜥的捕捉数量快速增加。从2007年移除844只莎氏变色蜥，到2009年88385只，2010年飙升到152821只，直到2013年一共收购170000只，成果惊人。人蜥对决这场战役，表面上看似人类占了上风，但居民还是不禁纳闷：移除工作整整进行了6年之久，为什么莎氏变色蜥还是无法从台湾消失？莎氏变色蜥繁衍速度快，动作又敏捷，实在让居民疲于奔命，抓不胜抓。因为一只莎氏变色蜥从出生的幼蜥到具备繁殖能力，只需要短短1年的时间，之后每个月都能够产下2到3个卵，因此呢，农民捕捉的速度根本比不上莎氏变色蜥快速的繁衍能力。因此，政府每年最多得花171万多元来当做民众的悬赏奖金。不过这么一来，就排挤掉了其他本土物种的保育经费，也迫使政府从2013年开始把奖金从每只10块钱骤减到3元，以免耗费太多的成本在捕猎单一物种上头。如果不知道莎氏变色蜥对本土物种的侵害，光看它彩色的喉部和细致的造型，很多人将它当成宠物来观赏饲养。莎氏变色蜥体长约4到6公分，体重则是3到8公克，外观主要特征就是喉部有鲜艳可以扩张的肉垂，肉垂颜色是橘红色，并分布有黄白色斑点，有时候也会攀附在灌丛上面，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十分罕见的身体构造。壁虎的皮瓣是在它手指头的前面，那莎氏变色蜥的皮瓣是在手指头的中间，所以它的习性又像一般我们在台湾看得到的这个斯文豪氏攀木蜥蜴，那它某个行为又像我们在家里看得到的壁虎，所以它的那个对于人类环境的适应力非常的好。然后它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一些小型的节肢动物，像蚂蚁啊、蜘蛛啊。手指头之间多了一块皮瓣，使得莎氏变色蜥在田野间来去自如。不仅行动能力强，它的领域竞争也十分激烈。居民发现，近年捕捉到的莎氏变色蜥体型竟然越来越小，让原本就不算大的变色蜥现在躲藏更容易，也大大提升居民移除的难度。居民言之凿凿，专家学者却有不同的见解。暑假以后，那个春季从蛋里面孵化出来的小蜥蜴，它活动力开始增加，那开始被我们发现的机会多了，所以到了秋季以后抓到的个体，其实它的小的比例就多了。那这其实是一个比例原则啦。学者计划利用嘉义三界村作为实验范围，一开始就加强捕捉力道，一口气先移除300000只。如此推算，大约7年时间，政府拨出630万元预算，就有机会将莎氏变色蜥根除。但是这样的计划还是理想状态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将莎氏变色蜥赶出国门，就连科技先进的美国都无法办到。虽然目前莎氏变色蜥还没有立即造成本土物种灭绝，但假设有一天它的天敌都不见了，依照它的繁衍速度，很快就会变成独霸的天下。
因此，即使捕抓奖励金已经降到3元，学者还是希望全民能够一起持续抓蜥蜴。我们的研究里面还是认为应该把它类似像封锁在一个区域里面，因为一来这种蜥蜴它自己本身的破迁能力并没有很好，十几年来其实还是在一个几个核心的地区出现，我想是控制，就控制它不要扩散的太严重，这是可以的。所以这种生物既然可以控制，那就不要让它有变成灾难的机会。想要阻止灾难发生，就得做好万全准备。为了留一片原地，让本土蜥蜴能够休憩成长，移除沙氏变色蜥计划就必须坚持到底。